感谢感谢，我的黄天平兄弟，也甲中建立委，以及啊咱的坤庄兄黄义奇黄议员，以及吼一路来足疼疼我啊，我的水龙兄，以及新建里长谢金秋，以及吼我的电影里长陈金雄，啊今仔日咱的最佳主持人吼，咱的方安伟方大哥，以及嘉宏最敬爱现场最最疼疼嘉宏所有的时代好朋友，大家阿妈大家好。啊，感谢各位对嘉宏的支持和鼓励，嘉宏心怀感激。这几个月来，看到咱的内省馆长、校长立委，以及最最好朋友，不管是甲我有足好的，不管是对嘉宏期待，拢总替嘉宏咧加油，替嘉宏咧走总。一票一票转出来，恁拢无条件支持嘉宏，嘉宏一定会用上认真、上拍拼的态度，配合内省馆长，配合咱的中央立法委员、校长委员、嘉宾委员、徐玉珍委员，甚至咱的韩国院长哦，想尽任何办法，请因对中央、对地方做出上好的规划，嘉宏哦，嘛会伫地方替大家争取上大福利，嘛会哦集合大家的意见。看咱乡亲有啥物需要，嘉宏一定会配合，全力来支持，全力来吼替咱百姓、替咱乡亲来努力。即次的竞选，拢总嘛有四位候选人，其实因拢非常的优秀。日后嘉宏嘛会一一来甲因拜访，对着因提出的政见，嘛会虚心来接受，嘛会向因来请教。所有的希望，嘛是要共同同心协力，打造一个更加完整、更加幸福好未来，集合大家的力量，跨越党派。啊，超越党派，让咱的地方呢，会当扎扎实实，更加的团结，更加的吼、哦、有这个朝气与活力，得到更加的做建设。啊，最后呢，到尾一只前进一鞠躬，感谢各位乡亲的栽培，嘉宏袂甲大家放袂记哩，恁的温情，感谢。来，搁甲咱的嘉宏恭喜一下吼，来讲实在，这三个月来，伊行遍了好歹大大小小的砖头，伊对伊十九里。会用甲讲武术到非常的深，所以敢相信咱的嘉宏做镇长了后，绝对的有法度带动着咱的后辈继续向前行，绝对让咱的建设袂断层，嘛绝对呢有法度向国际接轨，迈向一个新的境界。所以敢这一次吼，来甲咱的嘉宏来甲恭喜一下，来叫着咱的嘉宏，大家拍拍一下来，好。